在平章也不太好杀他呀，兄弟们，不好杀呀。这些人还真不太好杀他，你还真别说，我操，太稳了。嗯，感觉这个版本就没有特别特别适合男刀的一个装备，真的没有。无处可藏。你让我说出一个，真的好像没有特别特别适合男刀的。 又是男枪，妈的没把都是男枪，赶紧搬了。稳住！我就怕我崩了，我队友也崩了，我队友一崩我就没办法，我就帮不了了。没有机会。我就怕这个。哇！嗯。他搁这抽牌，你搁这抽啥牌？ 这兵你怎么补？这兵你怎么补？一个兵补不到，这两个兵。真是可怜。嗯哼。Q级别挡。 刮到他死了，他交闪了，他是不是交闪了？他有没有交闪？打野不来，我少接一个平，多接一个平，他好像死了。我 A Q A 他好像就没了。打野男枪打野，他交闪没有？他有没有交闪啊，兄弟们？ 哎，我没看到，得回家一下。哦，他没交闪，我想闪现 A Q A， 他死了。他好像没有交闪，没交闪，但是还行。嗯，木刃现在不行了，木刃现在伤害变低了，木刃不行了。 miss 吧，不用慌。交了吗？交闪现了，那我应该可以杀他的。兵线给他推了，那我刚才应该可以杀他，失误了，大意了。 大意了，不说交闪了吗？你们搁这骗人有一手啊！我靠，年纪轻轻不学好，学骗人。 真有你们的啊！你是不是得病了你？你是不是得狂犬病了？我操！你还能这么抓呀？就是不给我吃兵，这是。我溜了。我操！这么抓人啊！少吃一波兵。 有人说下次还骗你，给你颁个奖吧，要么给你颁个奖，颁个那个，给你颁个奖啊，走。对面没有闪了，那我知道了，对面没有闪。 控一下线，看队友来不来。
抢补刀。为什么要浪呢？为什么要浪呢？这位暴兄，暴兄为何要浪？这个是抽啥牌呢？抽牌，抽半天牌，牌没有。抽啥牌？抽牌。你干啥？你搁这抽牌？你抽牌吓人是不是？可以啊，抽牌吓人，真有你的。干啥呀，哥？抽啥牌呢？抽牌，忍你很久了。你好像那个魔教马保国，你搁这抽牌晃人，我靠！现推了，喊人，我靠！又喊这男枪，这男枪给我逮到了吧？有你好果子吃！来一波小小的双杀，这一波你失了没有？嗯，铁刺鞭，巨齿短鞭。长剑，起飞了。无处可藏。男枪，卡牌没有。卡牌，卡牌，卡牌，卡牌。哦，白开大，白开。抽了半天牌，打小兵了。你不要这么说，你这么说。你再来是你他妈的！哦，交惩戒呢？你真行，走。反正卡牌是炸了，打这种弱势的英雄就很舒服，懂吗？他杀不掉你，但是你有机会杀他，这就很爽。像有些英雄你不太好搞，有些英雄就不太好杀了。直接推进他这个装备，我一套应该可以秒，但是男枪在 F6 这个位置，炮车补了，想补，想补刀，不给你补，我不杀你，我让你折磨你啊！我不杀你，咱们就慢慢折磨他啊，折磨，无尽的折磨。又在抽牌，又抽，抽半天没牌。豹女这个蓝，我丢！再用牌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没闪。卡牌大师没闪。很好，男枪，我的膀胱看到男枪了，在我们家红 buff， 直接推。哦，好一个好，好一个好。好一个好，哦，太爽了吧！哎呀，七杠零了呀，兄弟们。嗯，七杠零了呀，兄弟们。漂亮，直接回城。嗯。操作还有啊。可以吧，嗯，来一个幽梦，再来一个洪水晶，小星一段 Q， 二段 Q，
封山立地斩。卡牌值钱了，卡牌值钱了，卡牌值钱。队友，我知道队友的用心良苦。队友应该想让我继续养猪。没有。可以，队友用心良苦。他死了，他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，死了。敢用牌，不带消闪。干啥呀哥，我都不带，我其实这一波都不想交闪呢。线推了，但是兵线没了，只能交闪了。是塔推。嗯，是塔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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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吃个鸡吧，偷他个鸡。哎，对面来了，摩特奇。哎，对了，偷个 F 六，感觉可以偷个鸡，偷个 F 六，偷个 F 六。小心小心。miss 了。秒表，他现在出了一手秒表，应该不太好杀。他老抽牌，抽半天牌，他就想抽牌的时候吓我，就是他抽牌的这段时间呢，我是不敢接近他的，是吧？其实说实话，这个卡牌其实玩的还可以，啊，真的还行，但是怎么说，很可惜。怎么说？卡牌飞了，日女很弱。怎么说？支援一波，别怕，咬一波，漂亮。幽梦一开，两点之间直线最短。别，潘森想跑，追不上了。潘森跑的有点快，三速血，我操，三速血潘森没办法。潘森，妈，潘森出血都出这么快。交闪有用吗？交闪，交闪要干你！我操，还有秒表，这个人，我操，这么细，大屁！嗯，感觉可以一波啊，感觉可以把这个打推了。哇哇，太狠了吧！卡莎，你别给我逮到了，卡莎，就我这个装备杀你，都是乱杀。说出来你肯定不相信吧？就是乱杀。扫描带一个。接下来我要搞这个卡莎了，因为卡牌大师有中亚，搞他性价比不高。嗯，拿个蓝 buff。看一下豹女给不给，应该会给吧。我都超神了，你不给，你不怕我不带你啊？啊！直接推线，直接去下路走。接下来我中路打出优势，接下来就要帮队友，帮队友建立一些小优势。不太好上，不太好上。没有闪现，关键这一波没有前排，没人顶，没人顶的话就很尴尬。我来顶，我来顶，你们不顶我来顶。漂亮，还行 ，nice， 漂亮，中亚 ，nice， 漂亮，
相当死过瘾。下线买个收集者，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献身。卡牌，你知道为什么不放中亚吗，兄弟们？刚才肯定会有谁会问，哎，卡牌为什么不放中亚？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我要杀谁，他可能以为我要杀 ADC， 对吧？但是当我出现的那一刻，你已经来不及反应了，我的伤害已经打出来了，这就是南刀锋。欧里歇特，算了，骗你个中亚，我觉得也不亏。活不长了，抽个几，抽个 F 六。他现在不交技能了，聪明啊，很聪明。又是一具阴沟里的尸。很聪明啊，这种聪明的。嗯，上路，接下来帮助上路建立一波优势，感觉对面可能都在上。我的意识告诉我，你看，死了。我就说都在上嘛，我的意识告诉我不会错了。算了，二换二感觉一般般，感觉不赚。二换二感觉不是很赚，黑切买的。可血战斧，别急，我会用的。这个装备我出的挺早的。不用着急，男枪的话这一波应该可能，哎呀，男枪这一波应该要去峡谷先锋过去帮一下，他肯定要去。不来，这个人不来，我操！卡莎别给我打刀。直接推挡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个墙这个字了，很久没有听到这个词了。拖过鸟。红 buff 怎么说，兄弟？我值不值得拿这个红 buff？ 可以，看来是值得的。无处可藏。我交了2000多块钱。来个黑切，来一个。还行。这个赛季能上王者吗？有机会了。卡莎，好像有人去上了。刚才我看到有人好像去上了。卡莎危险！哎，卡莎要来！哎，卡莎看到我了，操！哎，卡莎看到我了，哇靠！我他妈不应该露头了，我刚才不露头，他死了，哇操！我操了个滴血！卡莎9-6，咱们稍微注意点。这个卡莎挺肥的，
1400块。怎么现在都出狂风之力啊？我操，这狂风之力打了我伤害也高啊，打了300点伤害。妈了个巴子！这一波怎么是浪的，兄弟？我只要一死就浪吗？不是吧？别了，一死就浪吗？这一波怎么是浪呢？只是对面支援的太快了，一下给我秒了。感觉还是得杀对面的 ADC， 这个 ADC 有点烦，找机会拿个大龙吧。差点伤害，这个男枪为什么这么弱？男枪零杠七，我一套打上去不掉血，是啥意思？不掉血没看。黑切来一个，黑切加青雨。这个人我单挑不太不应该不一定。这人单挑我不一定打得过他，应该有人支援。别急别急，这一把对面卡牌呀、啊、这个潘森呐、啊、支援很快的，回家买个黑切，下来一个青雨。我只要把对面 ADC 杀了，对面就没了，对面的核心就是 AD。 我有啥交给我，一波了吧？能一波吗？一波不了，一波好像一波不了，没兵线，好像有机会啊，好像可以尝试一下。完命了，3秒钟复活推塔，一波不了。其实刚才应该拿一波大龙，走吧，推不了。别死啊，死了大龙没了。青雨来一个，买个青雨，买个青雨。我操，太假了。青雨鞋要不要换了？鞋换不起，我操，这鞋有点贵，水银鞋买不起。来，666走一波，不走永久关播。
好像可以一波。直接推塔，直接推塔，直接推塔。